家好，我叫董云龙，今年29岁，来自公主岭市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我心爱的姑娘跟我走吧，我一定要把你宠上天。你这一出场啊，你现在看着举手的这些姑娘脸上的那个落寞吗？隐隐的感觉，邹云龙啊，一场狂风暴雨恐怕要来。老四号杜美丽，你还要把你女朋友宠上天？我看你现在就要上天。小伙，我发现你好像把好看的都灭了，我挺高兴，谢谢你啊。就是留下的可能都是歪瓜裂枣，他这句话我说的没有毛病啊。我想说李京美，你这名儿挺美，你想的也挺美啊。你哪儿看出来那个灭灯的都是长得好看，我们开灯的都是丑的呢？这都是颜值派的。你就先不看你们东半球，你先看我们这西半球，什么9号10号全是好看的呀。你为什么不说15号？就没说16号，没发现吗？他自己都没有自信。他不是长得丑，他是现在有点长得胖，等他瘦下来之后一定很好看。你给大家个理由吧，所有的姑娘都已经发泄完了。就是这个规律到底是什么？对，为什么？肯定是有规律的，是不是？灭灯呢都不是我心目中的女神，我喜欢是微胖型的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这苹果真不错，全是一等果，这都是一等果啊！全是一等果，全是一等果。来吧，9号15号，来来来来，下来下来下来。相信爱，努力爱，期待爱，我想跟你谈恋爱。你先给他们介绍一下这苹果，他们往外卖的时候好说呀，说说啊。我这个果我叫新平红，我家这边吧，就因为攀石吧，就我家一家有这个果，因为种果的特别多，都不愿意种这种苹果。为啥呢？这个苹果这树活不了多少年，就能活个13、14年，它就死了。这个树啊，容易得病多，都不愿意种这种树，所以说这种品种吧特别少。那个这果在长春市卖多少钱呢？在长春市没有。真的没有啊？真没有，就在吉林市有。吉林市有，多少钱一斤呢？大福源超市6块钱一斤。好吃还没有，昨天我们路过超市的时候看了，照这差多了。那他俩今天在这就现场就要卖，得卖多少钱呢？现金市场价你看着卖，你俩这个筐一筐果的成本在150块钱左右。成本是150块钱左右啊？你们自己10元杀，20元送一个啊？你们自己去沟通吧啊，行不啊？行不行？行行哈、啊，好嘞，来吧。苹果啊，自个家种的苹果，干脆香甜，赶紧掏钱啊！苹果便宜了啊，不甜不要钱了，多买多送了啊！掏钱啊，5块钱一个，10块钱仨，来。哎，等会儿，忙啥？有的是啊，慢慢的，注意安全了。慢点，好嘞，这边啊。撒了，那可不，这老弟就干活不吱声，是不是？我有一个吱声的。有个吱声的，挺好啊。来，这边没有了，有没有了？来，你是几个？再来，来三个，是啊。四个，五个。来来，美女姐姐，来多。来多少钱呢？10元杀。来多少钱呢，美女？稍等一下，哥，我都有。你这老弟都不动手了，这个有劲呢，有态度了，这是啊，这态度了。2、4、6、8、10，微信在后边。微信呢？微信等一下，微信等会儿啊。几个？还有没有了？赶紧抓紧，我们要走了，下一场了。来5多少钱的呗，哥，多给你俩。这苹果买不着，我跟你说老甜了。省了吗？多买一点呗，拿家去吃去。这我跟你说，你给超市都买不来这苹果。
管理员的卖没了燕子姐。我这目前是303。245。小伙评价一下，觉得咋样？他卖的比还是比他强点。这个谁钱退了？来，这个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主要是吧，你那啥、啊？主要你不接地气，你不适合，就是。你不光走，我第一辆还给你照管，你还整的还有点慢。你别站说话不腰疼，你的活我给你卖完，还让我提楞子？他不提了这吗？提了转一圈。我跟你说，卖货你就得自己提了。你说你卖一筐苹果150块钱，你给100块钱工钱，你就剩50块钱，你都不够苹果钱，你都得把自己搭进去。燕玲就是还寻思卖的挺认真的哈，到后来一看这还不适合。甭管怎么地，你看这现在这现场这两个这个筐，一筐150块钱的这个成本价。都卖上价了，是不是？啊、对，卖的也不错，是吧？卖的挺好啊。成本价是300块钱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总共加一块，现在卖了多少钱？500多块钱，500多了，是吧？啊、对对对对。所以要这么讲的话，小伙儿，首先得感谢一下俩姑娘，再有感谢一下现场观众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姑娘，谢谢谢谢啊！哎呀。